咁呢一个咧就系头先嘅一个嘅，应该系捞面嚟啦。咁我就加个芝士，因为惊好辣啊。因为上次食过咧，非常之辣啊，辣到黐线啊。所以咧我就加个芝士啦，好似好好味咁。咁依家嘅时间系2:26啊，凌晨2:26。系啦，咁啊食呢个超辣嘅嘢啦。呢个嘅辣度我谂都唔会输，即系唔会比起嗰个咩辣鸡面炸咯啊！呢个其实都差唔多，都系一样咁辣咯。OK， 先食一啖先。ASMR， 哇好辣！今日想讲嘅话题咧，就系咧点解我唔会玩一啲譬如系一啲咩狼人杀啊？或者是一些桌游游戏，或者是其他很多款游戏啦，系啦，即系譬如呢一款啊嘛，以呢一款为例，大家见到呢个荧幕上呢一只嘅 game 咧，就系一只捉鬼嘅 game 啦，捉鬼嘅 game， 但系只鬼咧就唔系电脑嚟嘅，系我哋其中一个玩家嚟嘅，即系假设一局里面有六个人啦，六个玩家，咁就其中会有一至两只系做鬼嘅，我玩咗一次啫，系啊，玩过一次啫，咁有个好深刻嘅回忆啊，或者经历咧，话俾大家听嘅，咁一样好，要点咧？我唔知点讲，好嬲又唔系，我又觉得即系佢讲嘢有啲问题啦，系啊，嗰个人讲嘢有啲问题，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六个玩家，然之后会有一只鬼或者两只鬼啦，咁啊四个人类对两只鬼或者一只鬼。咁一开头嘅时候咧，做人嘅话咧，就其实做嘅嘢都系好简单，即系揾做一啲任务啊，做啲道具，同近排出嗰一只外星嗰只唔知咩 US 嗰只咧喺外太空度杀人啊嗰只 game 咧差唔多，都系做任务嘅。咁做人咧就系不断做任务啦。做鬼呢就要飲一樣嘢，搵一樣嘢，嗰個物品呢就係血嚟嘅。當鬼呢飲咗唔知幾多血包，即係血啦，之後呢佢就可以變身去殺人㗎啦，係可以變身去殺人。咁你見到右上角呢一個呢就係、是、一個紅色嘅狀態，就係、是、隻鬼啦， OK？ 好，再食一啖先。其實幾好味嘅，不過我下又唔好辣嘅，可能加咗芝士嘅關係，同埋我唔係落咗成包粉。咁有一次咧，我朋友咧帶咗我去玩呢一隻 game 啊！呢一隻 game 唔係我揾嘅，我本身就覺得麻麻地嘅，只不過係有 friend 叫我先玩嘅啫。咁咧，當然咧，同我 friend 咧就唔係全部都係 friend 啦，係啦，唔係全部都係 friend。咁有幾個係家人嚟嘅，咁家人嘅話都冇乜問題啦，咪香港人嚟嘅，係香港人嚟嘅，一啲路人嚟嘅，就同佢一齊玩啦。玩咗我谂我当时应该系玩咗半粒钟至一个钟到啦，半粒钟至一个钟啦，就已经觉得开始咧，觉得好烦，好大压力啊！因为有时我玩呢一类 game 咧，尤其是玩游戏咧，如果我觉得大压力嘅话咧，我就觉得唔想玩呢 game 啦，就觉得好辛苦。但系有时咧，你又要知道个朋友，即系个朋友带我一齐玩啦，咁我冇理由即刻走咗去噶嘛。好。就一开头嘅时候，我当然就唔知点玩啦。依家回忆翻嘅话，大概知道点玩啦。因为嗰只 game 其实好少说明嘅，啲说明玩法咧非常之少吓，基本上可以话系冇咁滞，你要自己探索。如果冇个 friend 带住我咧，绝对唔识玩嘅呢个游戏。当然啦，我就冇可能系全部都做人嘅，有一两局啊，或者甚至三局系做鬼嘅。咁啊。我记得最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咧我系做人嘅吓，一定系做人嘅嗰次。咁咧撞到其中一个嗰个香港人咧，那个香港人好似系四排，即系四个朋友一齐玩啦。而我同我两个 friend， 即系唔系我同我个 friend 两个人，咁就系六个人玩一局啦，系六个人玩一局。咁有一次咧，就系咧，我印象中记得咧，佢哋嗰几个咧系咩？堂妹啊，即系亲戚关系嚟嘅，一起玩呢个 game。咁嗰阵时咧就因为要捉鬼嘛，因为要即系有时咧，可能你言语上要同人讲啊，觉得你系鬼啊，你系鬼嚟噶嘛，即系不断系咁讲嘢啊，系咁讲啊，你系鬼，跟住啱啱见到你点样点样点样，头先走咗去边啊，呢一啲说话啊嘛，都会有，成日都会发生嘅。咁第一次咧。第一次咧就系、是、
其中一個女仔啦，但我唔記得咗嗰個人個名啦，係啦，以 A B C 嚟代替啦，但係我淨係記得 A B 兩個人嗰個嘅劇情嘅。有一局就係咧，阿 A 做鬼啦，然之後阿 B 就做人啦，係阿 B 又做人，咁 A 嘅理所當然地就做鬼做嘅嘢啦，即係不斷可能周圍行啊、揾血啊、飲啊嗰啲嘅。而阿 B 咧有次咧就無意中捉到佢阿 A 嗰個嘅行為，即係譬如佢可能有啲古怪嘅行為啦。你知道啦，我諗大家唔知道，係大家唔知道。當鬼飲血包嘅時候咧，個血包係會有聲嘅，係啊，會即係會 grunt， 即係有個吞嘅一個嘅聲音啦。咁只要附近有人类听到嘅话咧，而见到你经过，你亦都有呢个嫌疑嘅，有呢个嫌疑就系做系鬼嘅。咁当时我记得就系咧，个 B 系咁咬住个 A 唔放啦，但系其实佢哋系亲戚关系嚟嘅，即系一个堂姐，一个唔知堂妹咁啦，系咯，我唔记得个关系啦，因为我你俾另一样嘢影响到我，而家唔记得咗个情况系啲咩，可能要问翻我朋友先知。B 就不断系咁话 A 你系鬼啊，你系咪鬼啊？跟住系咁话你系鬼啦、啊，即系不断系咁遮住啦。咁遮住嘅方法我就唔特别去讲啦。总之就不断系咁用一啲说话，系咁用一啲说话话俾你听啊！你系鬼啊！一早话咗你系鬼嚟噶啦，死都唔认嗰啲咧吓。呢一啲口吻咧，去不断话 A 啦，或者系不断。指住 A 嚟闹啦，咁 A 咧当然最后咧就系、是、鬼啦，系啦系鬼。咁 A 咧都自己都系有啲不满嘅，因为玩一只游戏咧，其实系唔系好需要用到咁多呢一啲嘅言论啊，或者系一啲说话去俾人听嘅，系啦。咁呢一个系第一个问题啦。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啦，第二局另一局。咁本身咧，佢哋已经喺度嘈啦，唔知嘈紧啲咩，即系喺度咧暗串啦，佢又唔系即刻好嘈。如果佢哋即刻嘈起今日啦，咁啊易做啦，可以即刻走啦，可以即刻走场唔使打。但系佢哋冇，佢哋都系互相暗串啦。咁中间就有我个 friend 同埋另一个亲戚就喺度劝口话：，唔好嘈啦，唔好嘈啦，系我错啊！嗰啲说话啦，系啦，大家知啊呢一啲。食啖先。大致上就是咁，第一回合啊，第一回合呢个局系坏蛋，睇唔睇到啊？好似睇唔到，可能比较蒙。落芝士之后咧，其实冇咁辣嘅，真系。如果你食唔到辣咧，可以落芝士或者牛奶。不过我谂好多人都应该知噶啦。冇滴。嗰、那个辣鸡唔知道加芝士会系咩效果咧？一定都系超辣。不过唔辣嘅原因可能因为即系加咗两包一半粉啦。第二场啦，咁第二场咧我系做人嘅，第二场做人。咁当然啦，我一开始嘅时候其实已经做过鬼啦，但系我系唔知点玩鬼啦，系唔知点玩鬼嘅。即系我系完全唔知道我系要做啲咩，因为个 friend 冇同我讲嘛，我又唔知道佢同我系咪同一个角色啊，有时系未必知嘅，系啊，即系点讲咧？当一个新手玩一只新嘅游戏嘅话咧，其实好多嘢佢未必会见到，尤其是只 game 咧，好似系英文嘅，只 game 好似系英文嘅。咁当我玩一只新游戏嘅时候咧，我就冇乜可能好快咁察觉到呢只 game 做人做鬼嘅心得，或者系任何嘅玩法，好难啫嘛。我玩咗半粒钟到嘅，其实只 game 系玩咗半粒钟到嘅啫。咁第二局嚟啦，第二局咧我就一个人类啦，就不断周游行下啦。咁好奇心之下咧，我就见到一包血包啦，咁我行埋谂住试下睇下有啲咩反应啊。因为人类嚟讲，如果入行到血包嘅，会有啲咩嘢嘅反应，可以做啲咩嘅行动咧？呢、這、一个相信我谂大部分人都想知道嘅。大部分我又唔敢讲大部分嘅，只不过系我好奇心之下想知道人类行过血道会点，会唔会有饮血然之后加入敌方阵营咧？呢啲都话唔定，因为我系未玩过新手啊。咁阿 B 一见到我，即系阿 B 一见到我行埋个血道咧，即刻喝住我啦，系啦，喂，你做乜行埋个血包度啊？即系不断质问我啦，不断质，你做乜行埋个血包度啊？我啱啱见住你行埋个血包，咁我即刻解释啦，当然吓呢时候就解释啊，我冇啊，行过试下睇下点啫，跟住你行过血包度做啲，你想做啲咩啊？即系不断系咁喺度问啦，不断喺度问。咁好啦，问完一大轮之后咧，我话我冇嘢啦，然之后走咗啦。
跟住咧，我記得個 B 之後咧，未到臨尾，佢即刻就問我個 friend：喂，你個朋友玩咗幾耐㗎？佢行埋個血包道喎、啊，用呢一啲口吻咧喺度質問我個 friend。咁我個 friend 當然就話：佢啱啱玩嘅話，半粒鐘都未到，應該都知道行埋個血包道，人類唔飲得㗎啦。系啦，即系呢一啲口吻，咁我当时就即刻觉得，哇，呢个系咩人嚟嘅？究竟系啊？呢、這个时候我即刻点讲咧？即刻觉得，即刻下一局都唔使同佢玩啦。咁我记得我当时玩完一局之后咧，我就唔同佢玩嘅。佢仲另外咧，佢话有问我有冇玩 Dead by Daylight 嘅。咁我本身咧就佢 at 咗我 Steam 嘅，但我即刻拒绝咗啊，因为我唔想同一啲咁样嘅人玩啊。吓，呢一啲睇游戏太重嘅人咧，其实你同佢玩好辛苦嘅，即系所有人都系啦，系啊，即系当你原本系一个休闲玩家，遇上一个认真玩家嘅话，其实你成局都好辛苦嘅，即系好似呢啲咁啫嘛，即系一样嘅。跟住我记得仲话咩 Dead by Daylight 分数有加倍，关我屁事，加倍又我玩啫嘛，又唔系求上分升级嗰啲，系啊，所以。呢一样嘢影响我都几即系几有印象嘅。第二单嘢吓，第一单反而唔系好记得，因为佢哋自己内控，本身内控我都觉得有问题。即系玩一次游戏需唔需要闹晒交咧？我都唔系好明白。咁终于第二局啊，知道啦吓，即系原来新手系唔玩得嘅。我而家喺度即刻问翻啊，依家即刻问翻嗰个人，我唔知嗰个人有冇睇。如果你有睇嘅话，你自己。我在这里问你是不是新手不玩得我都真的想问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希望他有看我自己来说其实不算是一个很记仇的人但是我对于某一些东西会很有印象会很记得发生过什么事这一样东西算是我的缺点或者优点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我就会很记得咯呢一样嘢真系可以记录喺我嘅，我觉得几值得记录喺我嘅 YouTube 嘅一个生涯入面嘅一个插曲啦，系啦。你做乜行去个血包道啊？喂，你个 friend 玩咗几耐噶？佢行埋个血包道喎，佢唔识玩嘅咩？即系呢啲咁样嘢啦吓，我都唔系好明嗰、那个。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啊、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是鬼你就拉我咯都是的嘛没理由用这些言语在攻击人的嘛是不是游戏就是游戏你没理由这样在骂人的嘛你有什么权力的所以我之后即刻不同他说我说我不玩了我累了休息了跟着我 friend 呢我问跟着我都说不玩不想跟他玩不想跟他玩、啊、我当然我就不会直接跟他讲我不嬲个人很大方好多嘢我唔会喺直接面前讲嘅。如果真系直接面前讲咧，证明你个人真系好有问题。啊，虽然我而家系呢一个小人嘅行为咧，就系咧啊，同大家分享啦，上传呢个 YouTube 同大家分享。但系如果唔上传 YouTube 嘅话，大家又点知道有啲咁有趣嘅事件咧？系咪啊？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咧，唔系话我真系好中意玩一啲狼人杀嗰啲嘅游戏啊，或者系吓呢一类嘅 game 啊，因为好容易闹交嘅。真的很容易闹交，所以我绝对不太喜欢玩，除非真的很熟，而我又知道那个人不会说怎么可以玩得的，那我才会考虑会玩，否则的话呢我是绝对不会去玩，因为有时呢不是说全部，即不是说可能几个人你觉得 OK 就 OK， 有时可能他讲的事呢会激嬲另一个人呢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怎么收货，好像这单事件一样，第一单又是因为我本身同佢唔熟，所以我唔会知道佢系咩性格噶嘛，即系唔会估到佢系会咁认真去看待一个游戏，将佢个亲戚逼到入绝境，跟住话我都一早话咗你系鬼嚟噶啦，死都话唔系，嗰一啲嘅口吻大概系呢啲嘅咁嘅情况咯，你好难预计到啊，尤其是狼人杀呢啲啊，以狼人杀为例嘅话，狼人杀呢需要极高嘅一啲嘅应对啦。极高的应对啊，一些应变能力啊，一些绝对的平常心啦、啊，绝对的平常心一定要有啦、啊。因为如果你冇平常心啊，你玩呢只 game 好易穿煲嘅，好易穿煲啊，咁正就会表示你玩得唔够劲，咁就好快被人淘汰咯，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玩得劲，玩得太劲嘅话咧，我又觉得咧，玩得太劲又唔系咁好。有时狼人杀呢啲咧，
最高的境界就是扰乱其他人，扰乱其他人，然后呢用一些小的计谋令到对方觉得我不是鬼，但其实最终你是鬼。即是用一些怎样的技巧呢，呃人啦，是呃人的技巧咯。那我自己觉得我未必玩到狼人杀这些。所以我就很少我真的会玩这些游戏。因为这些游戏太伤，如果是 friend 同 friend 的话就伤友情啦，不用问，一定伤友情的这些。好，再吃第二啖。如果同家人玩的话呢，咁就另计喎，系啊。但系头先嘅事件，即系我冇谂到个家人可以咁激动啊！我真系冇谂到个家人可以激动成咁嘅。咁最后我就即刻冇玩啦只 game， 因为本身只 game 又好多玩法上嘅嘢新手唔熟知啦，一定要靠其他人讲啦。咁但系其实几好似出咗好耐嘅游戏嚟噶啦，出咗好耐嘅游戏，同埋呢只 game 咧比狼人杀更加伤友情，因为要不断系咁呃人啊，系咁杀人啊，呃人啊，系咁不断 loop 同一样嘢，即系我唔系鬼啊，我唔系鬼啊，跟住转头杀咗你，系嗰一啲啦，或者系。屈其他人咯，系啦，即系我听到血包冇咗，系啦，我听到血包冇咗，然之后阿 A 或者 B 经过嘅，但其实你先系鬼，跟住 A B 俾人整死咗 ，A B 死咗，浪费咗一弯嘅机会，咁你又就更加可以咧去到赢呢个游戏啦，杀埋其他嘅玩家啊，大致上就系咁啦，今次呢一个嘅闲谈系列。咁唔知大家对于呢一啲嘅，对于我呢个分享有啲咩嘢嘅感想啦，系啦，大家自己觉得自己系一啲认真玩家定系悠闲玩家咧？我自己其实算系悠闲嘅，我就系唔系真系好，我喺好认真嘅时候就会认真啦，唔算话好认真嘅时候咪玩一下咯，系啊，我好少可真系玩一只游戏系非常认真嘅，其实，系啊，因为都系啦，你现实咁辛苦，你玩游戏都要哇开行晒 turbo 咁玩嘅话，我自己觉得好辛苦，所以就唔会咯，好少可会咁。喺呢一度其实都好感谢我 friend 啦，介绍啲嘅 game 俾我，如果唔系都遇唔到啲咁有趣嘅人，即系对一个陌生人可以系咁出现咁样讲咧，我谂都几有。體驗不到呢個香港人在網上的一些交流咯。我亦都想問一下，如果大家在一開頭就已經聽到對方係咁樣係咁樣話你嘅話咧，大家會有啲咩感想，或者有啲咩行動？會即刻話，即刻講咗我鬧佢啦，定係即刻跳 game 唔玩咧？我好想知道。我自己就是默默承受，然之后就下一铺就不玩了，我记得当时就是。啊，芝士真的挺好味的。不过落半包就是正确。刚刚好，不会太过辣。其实现在都辣的，不过没好辣咯。即最后那樽水。有这么多水。大致上今次的分享就去住呢度先啦，系啦，去住呢度先。咁大家如果有啲咩特别嘅想分享嘅话，都可以在下面分享啦。咁但系咧都要衡量一下咧，系咪出得街嘅？系咪出得街嘅？再喺下面留言啦。一啲关于线上撞到嘅一啲有趣嘅人啊，或者系令你觉得好愤怒嘅一样嘢啦。呢单嘢嚟讲，其实我自己算唔算好愤怒呢？其实一半一半啦，系啦，一半一半啦。憤怒嘅話，梗係有啦，因為無端端我新手嚟啊嘛，俾人咁樣話，即係新手俾人咁樣咁強硬地話，仲要連我個 friend 都講埋喎。喂，你個 friend 玩咗幾耐啊？咁都唔知嘅，啊啲血包咁樣行埋去啊，話埋我個 friend， 咁呢樣嘢先係令到我最興嘅一樣嘢啦，最興嘅一樣嘢。所以最後冇玩到咯，係咯。当然啦，呢件事唔会咁简单就忘记到，
是一个几深刻的回忆啦，这个是啊。好，咁下次閒談會有啲咩系列咧？下次閒談就會係講解一下，LL 啦，不如就 LL 系列。點解我唔係咁中意玩英雄聯盟呢、啊、究竟有啲咩嘅特別因素令到我唔玩啊？甚至係冇乜興趣會玩啊？你有時見到直播啊，或者錄影我都冇乜點玩嘅、啊、我好似有一排玩咗兩個月或者三個月到，跟住都冇玩啦、啊。OK。下一個話題咧，睇下之後仲有啲咩話題可以講下啦。如果大家有啲咩想聽嘅，都可以下面留言啦。我應該知道其中一個留言會係關於我上一份工作嘅做狗經歷，我相信應該會有嘅。咁當然啦，大家都可以繼續留言話俾我聽。哦，你想聽下仲有呢啲故事仔啊？當然仲有好多啦，當然仲有好多嘅。好。今次嚟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见，拜拜。未订嘅记得订阅，拜拜。